这个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小节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十十一十二，第一个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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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四个一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，哎呀，我的国语的时候说的不好。诗啊，诗，我明白，诗，诗句啊，对，就是说，它是前面是八个小节是一句，对一个对，好像一行诗，然后是一个比较长的，对，而且明白不，这个、这个而且哒哒哒哒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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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有个转折，好像这个诗里头好像有个点点点，然后又接下去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滴答滴答，那这个滴滴滴答滴答答答滴滴呀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要透一口气，那就是好像这个哒啦滴啦是两个字，这个就是哒啦滴又是两个字，然后是四个字哒啦，然后最后一个字，你像诗里明白明白明白吗？是不是？这个呼吸啊还可以，就这么多一点点。好，你试试看，好好再试试看。滴答滴，再呼吸，再呼吸，滴，呼吸。还有这个，你可以有个空间。我觉得更好。明白吗？让这个噔噔噔噔噔，余音袅袅，然后呀哒哒哒哒哒哒，滴答滴答滴滴答滴，透气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，我喜欢这样。然后第二首，第二首你说是什么意思？在说什么呀？而且它还不滚，但这整个这个配律的好像就是都是生与死，生和死啊，这个一个强烈的这个对比。可是它这个第二首啊，把整个这个就是这个整个配律的这个整个命运啊，已经都说在里面了，对对，都说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我说啊，这个曲子简直就是，你知道是这个。这个就希腊的传说里头的故事，就是加桑德拉，你知道加桑德拉吗？加桑德拉就是那个，就是这所有的人都是，就是托啊，就是这个托啊人里头那个 Trojan War 里头的故事，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明白，就他一个人。已经看到了，所有的预言的一切，是不是？是吧？这个就是呢。然后，所以说一开始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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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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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上是没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可是我觉得就还滴答滴答滴答，特别是这个哆哆哆哆哆哆那个以后马上接下去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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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答滴答滴答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第一呢，那种压迫感，那种怎么说命运的这种感觉，那种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方面这是个预兆所说的。可是我还有一个感觉，就这个曲子还有一个这个里头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一个感觉。有悲天悯，那这个哆滴啊滴啊，那么假如滴滴答，我觉得还不够，对对对对，不够那个悲天悯、这个一定要是一个拍头，因为这个一个跟前面不一样，就是它好像这个命运好像给冻结起来，明白吗？那就就那你刚才的唱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反正这音乐是可以有，就是有无穷尽的表现方式，而且程度上多一点少一点，同一个人不同的日子不同的，就是几分钟以内就会不一样， 对不 对，是应该讲才有意思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量是要把它找到这个曲子的最充分的表现。那么我觉得呢，这个 diminuendo， 你看到这个 diminuendo 的时候，你看它是一个很长的 diminuendo，对不 对？然后呢，它中间因为它已经是，就是我刚才说悯人的感觉已经多了一点，可是到这个地方啊，那个悲天的感觉更加要强烈了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发展，你知道吗？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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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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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滴哒滴哒。后一个问号啊，然后才回答，才回答的，找这个完全是也许是我的性格，我喜欢幅度我觉得然后呢，特别是肖邦的 prelude， 我觉得他这个感情的幅度和这个他境界的幅度是没有比这个在的，就是用最简洁最少的音符来说那么丰富的内容啊，这么一个伟大的宇宙在这里头。然后比如说最后一句呀，你刚才弹得很好，我很喜欢的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有的时候我觉得，因为他写十四诺哆，而且我追求这种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也是可以的。不过我觉得，我自己给自己回答这个问题，我觉得，既然我说有这个悲天悯人的成分，那么还是这样更加好一点。更微妙一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自己在自己跟自己说话。你知道
我的意思吗？明白啊。啊这个我觉得太轻了，太轻啊啊。哒哒哒。这首呢，这个首当然是你看这个是对比，这儿是如此之，好像命里注定一切都是，怎么说啊？Everything is in vain，对不对？一四大皆空，简直就是没希望的。哎，生命，然后呢，那种春，这个真的是春天，对啊。而且那个小气在那儿不断的流，然后那个鸟啊什么的，啊，这个，那个，可是，哒哒，那个，我觉得那个你可以多一点那个，啊，然后嘿嘿呀，滴滴哒滴不啦，哒滴不啦，啊，哒不啦，哒滴不啦。我刚才我注意到了，滴呀滴，滴呀滴，就滴呀，这个中间这个声部，在拍子上还要做到，滴呀滴，啊，要听到这个，好啊。那我还是觉得你 crescendo 的太早。对，然后呢，在比例上来说，虽然这个是要轻的，就是色彩变了，可是还是哒哒哒。这个第一个声音不应该是哒，而是哒。对对对，哒哒是要歌唱性的，后面的反而可以轻灵一些。就这个地方，让它飘，让它飘，因为这你要这样的声音嘛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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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那比，可是还是要有的，不能够没有了啊。哎，对，好了，然后接下去。悲歌，这个左手这个线条啊，最好不要，就尽量的让它连贯，连贯。虽然这个和声上，这个感觉是对的，需要这个，对啊，可是，在维持这个细节的这个同时还要一直要往下走，往下走。
好，这个那种就是说，怎么说？inevitability 就是说，不可抗拒的一种命运的力量。明白，明白。要有这个。明白。然后这个这右手是悲歌，滴答滴，是不是啊？嗯嗯。左手是啊，就一直就是压迫感那个，知道吧？对。假如你跟着右手走了，就缺乏这个压迫感了。分开，滴答滴，一下去滴，滴滴滴滴滴。就要那么长，就要那么长。第一次你不长，现在这次对了，啊，好呀。这首曲子也是真妙啊，从这个从悲歌，从这么悲的悲歌，然后好像有点好像醉醺醺的，是不是啊？对啊啊，然后这个线条是这个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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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这个地方对的呀，你不就多一点时间嘛哈、这个也不要那么重嘛，这个曲子这个不是什么胜利，而是清灵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在一样啊，这是那种是吧？对啊，要亮一点的一样，这个大一样一样来一样，他这个 forte 写在这个方不在这儿，很有意思、可是也不要软，一呀吧一呀啦，啦滴啦滴啦滴，最好不要慢下来，一呀啦，哒啦哒啦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你看，它整个东西就是一个线条，从一开始到只有一个线条。对，所以呢，它最好不要中间有东西出来。然后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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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连下去。然后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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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回到 D major。我明白，对不对？我明白。这个长的线条更大，对呀。被这个细节啊，我刚才就是说被这个细节，对，就是我太注重这个东西了，就是把这个整体的感觉给，就是这个意思呀。那这个底下一首，你说这底下一首它是什么样的一个？你要用一个中文字来描写这个境界，你用两个什么字？哎呀，哎，这个两个字，我也，它还是死亡。这个你看，这个
这首前奏曲里头有那么多的悲歌，可是每一个悲歌都是不同的悲歌，对，不同的，而且是一种不同的那个情绪的一种悲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一首可能比呀啦，可能实际上比那个还要悲，可是高，他悲可是高，就是不是那么个人的，他的境界高啊，他不是个人的悲了，是不是？而是还也可以说，也可以说没有那么悲，而是一种惆怅，是不是啊？明白。他就在这个就整个宇宙，这一首曲子你尽量的少一点 rhetoric， 你知道吗？明白。少一点 rhetoric，更加多一点 rhetoric， 中文怎么翻啊？语气可以这么说。rhetoric 就是好像宣叙。少一点，而多一点 sincerity， 就明白。心里头的。这个我觉得拍子稍微少了一点，这个还是要滋润一点，可是就是说跟前面一次不是已经很强烈了，这一次就说是的，我对然后最后读，这个又是结尾，又是开始。对啊，这个两个，这个滴滴哒哒哒哒，这个怎么个时间上怎么去控制，很难的呀。我第一次我也没控制的，对。滴哒哒哒哒，让它自然的哦。就这儿。对不对？你看，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在艺术上总是要注意这个，不能够东演一个，东演一个高潮，西演一个高潮，一定要知道是。而当然有很多人是说，就注意一个高潮就不，中间还有很细微的高潮什么的，可是要比例啊，越是追求这些细微的东西，这个比例就更加重要。对，是吧？说这个是很冒险的事情。那说你容易一点的话，就不去顾那些，就最简单的，也就还可以。不过呢，弄得不好，我们像我这种做事情的，弄得不好是弄巧成拙的，会变得很就是变成个丑八怪，太多了，很危险。
朴，第一能够弹得不错已经是很好了，很难弹这个。可是呢，怎么样能够把这个，这个是好像青梅竹马，对不对？回童年时候的那种，那种就是那种 innocence， 那种天真那种，啊，可是呢，太朴素了呢，就少了一点童真。嗯，那好，明白，你知道吗？少了一点顽皮，对对对，这还需要一点。嗯，你要说啊，滴啪砰砰，呀哒哒砰砰，呀哒哒砰砰，哟哒哒哒，啊哒哒。这最后一句最难弹，总而言之，就是还可以多一点，多一点就是回想童年的时候的那种梦，入戏一点，就好像就已经回去啊。更多是心里头的风风雨雨，然后呢，前面这滴滴答答，啊，滴滴答答，我这个弹不来，不要那么想，轻一点，我从这个你神秘的地方，滴滴答答。这样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这个已经在说底下的了，对吧？明白了，暗示了已经，你知道吗？而这个不是这样，天理地，假如是这样的话，让这个从头开始，那这个配乐的这个一贯的，它里头每一首跟底下就都有一种微妙的联系。然后他一个这个滴答答答，然后再等一下这个啊答啊啊滴，这个也是哒哒哒哒。事实上，它是很非常怎么说？它有一种，因为整个曲子它是就是我说的嘛 ，storm without and storm within， 对不对？心里头的风风雨，外头的风风雨，然后这个哎呀凄凉啊，凄啊，这种凄风苦雨啊，可是他最后的时候，他好像滴答答，滴滴滴滴答答答，好像解脱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对哟，对哟，啊，对哟，他并没有解，因为对哟，对哟，啊。然后他说：“这个就有说头了。这首曲子，因为这首曲子永远是个大问题，对不对？老是这个节奏问题，怎么弹？那，你说这一首是说些什么呀？我感觉完全是前面一首的一个对比，一个抗衡，就是这个是一种，怎么说呢？彷徨的、无奈的。”这种感觉，那么这个是叫抗争的、高傲的，就是往上的一种感觉。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第一，我有一个特殊的这个，对这首曲子有个特殊的 vision， 就是说
我的这个怎么说看法？看法看法，一个 vision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巫师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张天师做法呀，这是啊，你因为你看那都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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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个好像 positive， 像好像一个进行曲式的呀。第一，这个节奏本身就是没有什么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调，然后这个左手和右手两个的铺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在那儿挣扎，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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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他呀他他这。方向是永远是这样的，对，明白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从这也，所以我说这个是呀，这哒哒就好像是一个问号似的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滴滴滴滴滴，通哒哒，那你可以想象披头散发的，是那种啊。眼睛里是充满了一种，也可以是鬼的光还是神的光，反正是在那儿啊，泡沫不可终日，在那儿这然后这你看这个和声的发展多么奇怪呀，对不对？不是一般，这不可能是一般的进行曲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个发展到最高潮，他看那个 Felma 但是，然后。反正是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你，你试试看。错了，不对了。还没有完全这个掌握这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声音啊，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声音，虽然你看这个很容易往下，这个声音，嗯，没有往上，嗯，好吗？量就一直降上去，这个一定要是在好像是在迷魂阵里头的呀，你不能够。不能够 sane， 就是不能够是脑子清醒的很，对你知道吗？一清醒就抄兵，抄兵这首曲子的妙处就没有了。不能抄兵，就是要一种这，哇，这个不过这个这首要慢慢琢磨。你知道这个是马祖卡对不对？这个节奏是马祖卡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真没注意过，没注意的，没有注意，这是马祖卡。所以呢，
这滴滴答答答，哒哒哒，已经有一点时间，叮咚棒棒，特别是这一次，一二三，哒，明白吗？还有呢，这同样的这种光彩，可是轻一点，不要那么响，轻灵一点。哒哒哒，哎呀。那太早，滴呀，滴呀，梆，来不要轻，太轻了啊，梆，梆，滴答，轻，滴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啊，滴滴滴答，滴答滴答，哇。那不要慢下来啊！大大啊！啪啪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对不对？那，这所有是这样才能连贯下去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在肖邦的音乐里头很少有，怎么说？我们写文章里头说什么？标点符号是句号，就。结束了，句号、哦、没有的、哦，要么是问号，要么是 exclamation mark 惊叹号，永远都是如此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下这个第一呀，还是个问号呀，第一问到这个来了，呀哒哒哒哒，那对不对？我觉得你想想，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这个 prelude 有很多各种不就是我刚才说的暴风雨啊，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强烈的这种恐怖的这种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是做噩梦，梦里头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对，虽然是 forty， 可是你别，我觉得在梦里头的，梦里头，所以。不要太嗲嗲嗲嗲嗲，里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 pedal 嗲的，一定要找它。然后你看 fortissimo 出来就在这儿，才是第一次真的 fortissimo， 明白吗？然后到高潮，然后你看到最后，这个最后两个 chord 是 fortissimo， 嗲哒哒哒哒，嗲哒哒哒哒哒，嗲哒。
你说是不是像做噩梦嘛？而且就是好像你可能半夜里有的时候你做噩梦时，你就不知道在梦里还是在醒着，会这种感觉，跌呀，是不是？是那种感觉，很恐怖的感觉。那不要那么想，该是多一点 crescendo。左手不够，滴呀哒，这样，这样，这哒哒哒哒还是哒哒，啊滴哒哒，啊滴哒滴哒，不要慢啊，砰砰，晚一点，可是砰砰。这一首也是个，又是一个，我忘了肖邦的总谱上啊，他是不是先写了六四，然后把它划掉，改成三二？你知道吗？这个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所有的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人都认为是肖邦是弄错了。我是不相信肖邦会弄错的。他没有弄错，他故意这样的。他为什么故意这样？他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。就这个意思，他就是没有办法说清楚，他明知故犯，这个明明是六十，他非要写三二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哪有肖邦是个多么怎么说挑剔，多么就是对事完美的一个对，他有点像我爸爸，我爸爸有这种脾气，什么事情认真到这种程度的人，对不对？绝对不会疏忽，他是故意的，他要说一点是问题。就是这个曲子，他要表现的一种境界啊，他就是怕人家就要太实，他要人家感觉三二的话，这就变成 single beat 的，对，就是切牌了，变成所以。特别是这个不会啊，在拍子上，总而言之，他要留东西，他要留东西，然后他要一个，我觉得这首曲子的经典啊，科托说得很妙，他说只有肖邦能够做出这么美的音乐，可是美到一个程度让你要流泪。的确是如此，是不是？他说的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 tonality F sharp major， 这个最遥远的一个调性，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夜晚，很多星星在天上闪着神秘的光，然后就是那种
你在宇宙之间也可以说是这人会更通天了，就是有一种神秘的一种解脱，一种解放。所以你看他最后那个，你看他那个这个的就是他要说的，就是要他要虚，不要太那么实。不要慢太多，一个感觉啊。就是我说的，不要句号，句号，你知道吗？这样，就好像诗里头什么点点点点点，对不对？滴滴答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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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，啊，好，然后底下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认为你弹得太快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它虽然是 allegro， 可是那个写 pesant， 还有你知道这个 Oxford edition 啊，有一个就是 Young Sterling 的，他的 copy 里头的，他把它改成 Lago， 你知道吧？这个，然后改成 Lago，那就是可见，这当然是肖邦，当然只是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做过老师都知道，学生弹太快生气了，就写一个拉鼓，他当然不是真的拉鼓的意思，可是他基本上是不要这个快，不要太快。为什么不要这个快呢？要去理解这首曲子表达什么东西。你觉得他表达什么？当然我感觉这个是完全的天堂的感觉，对最美的感觉，那么这个可能是最丑恶的地狱啊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我觉得这是地动山摇呀，是地震，整个大地在那动呀。更深的东西，同时是这个，可是同时你不觉得这个像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滴滴答答滴答答答，像不像俄国东正教的那种那种教堂的那种就是俄国的所谓圣语，你俄国人有圣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 idiot。比如说莫索斯基的那个 Boris Godunov 里不是有一个 idiot 吗？他在街上 Boris 看见了他都害怕的，就是好像因为俄国有这个传统，这种 idiot 他又是 idiot 又是神，他是有神的光的，他们会从他们话里头会说出这预言很多事情什么什么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滴答答答滴答答答，那就让我想起莫索斯基歌剧里头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肖邦的妙就妙在这儿，它有两个东西在那儿，同时是这种地动山摇的感觉，对，同时这个还有这一堆堆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倒不觉得这个不是丑恶呀，不丑啊，不丑，可是恐怖，神秘，古怪，这真是个神秘的不得了的一个世界，
你这不是地动山摇，整个世界在动啊！可是人家很多人以为这个跟的有响，其实完全两回事情。对对，嗯，虽然是同样是 unison， 是吧？可是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滴答答答答答答答，然后到这个fortissimo，它整个是说这个地真的是地动山摇，嗯，要瘫下来了呀。然后这个你。对这个 sustenuto 这个字怎么去理解，往往很多人以为一看见 sustenuto 总是要、好像要怎么拿住、你知道吗、可是我觉得这在这么一个长的，这是最长的一首歌，对，最长的一首歌，我说 sustenuto 也可以是就是从头到尾 sustained， 就是说延续的啊，延续就持续不断的啊，就是这个一直一气呵成，所以呢，这个就不要太满的，这个点点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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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点点滴滴到天明。我觉得滴滴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滴哒哒，连这个就怎么样叫连绵不断，就是你知道吗？这就是要非常小心，不要有太多的高潮。那我觉得这个哒。这个要像大病初愈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进来，所以哟、不要那么准确，对，它是。有的是时间、你不要着急呀、这个拍度还是到这儿，再长一点，一个好、一个和声啊，哒哒滴啊滴呀啊滴哒滴哒，我觉得更有说服力。我觉得这个 forte 不够呀。也是我的性格，我总归是太夸张，也许是不是太哇、哎呀，总是滴啊滴咦，他滴呀，不是说一定要很响，而是要能走动，滴答滴答。
个叫不要慢下来的哦，遇到这个地方知道一个方向，然后我认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，它没有 CD Minuendo、就是 Pianissimo、就是好像这个整个不是雨点吗，雨点雨点雨点没有了，可是感觉还在、就是那个雨点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所以呢就是不是不是、所以前面不要松下来，这个底下的声啊，不要轻下来，最恐怖的暴风雨啊，是不是、你是不是知道他的拍段？是完全吗？不完全，基本上不完全，你还不敢，尤其是这个，我怕太……哎呀，不是，没有关系，我告诉你，因为这个是这，他这个 vision 他这。这不，你已经是不像一般人，一般人我听着就好像突然来个手指飞快的练习曲。不是的，这是乌云压顶啊，暴风雨来临、没有一点点怜悯，这是把世界整个世界摧残的、简直是这黄冰湖最黑的黑化、你知道吗、还打雷雨交加的时候那种黑黢黢的、不得了，就是佛是在下地狱啊、真的是下地狱、知道吗，一定要是这个 vision，连 Agate 我很高兴 Agate 的后面的、他说了一下说应该要照他讲，你想他敢、很多人不敢的，对对，所有的人都不敢的，对对，好，所以、可是我每一次教学生的时候我说你弹给我听，你就照这个拍度、我每一次我很多学生手指好得很呀、这弹得好得很、一用这个拍子，哎呀，好极了！我觉得我是很羡慕，我没有他们这个手指，不然的话，哎呀，真是。好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哒哒哒哒哒。最像 Mendelssohn 的，对，对不是啊？那 Mendelssohn 这个无忧无虑的这个天之骄子、生下来就是春风，得意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感觉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哒哒哒哒哒哒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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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哎呀，哒哒，还不要太哒哒，不要太多。还就是简单一点，简单简不起，
然后后面发滴哒哒哒哒哒，那个可以了。不要下去的声音，这个这个，哇！要发展现在，到这个地方，也不要太慢，不要停，不要停呀。前面已经是他到了一个就是我说的 Mendelssohn 的那种很春风得意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忽然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风，暴风骤雨呗，这东西啊，这个语言怎么样？Mendelssohn戏里头不是有、有那个有就是发疯的一个、一出戏嘛、这个完全是 Mendelssohn 嘛，他简直就是吧、然后有些就然后简直哇、这首曲子啊、说的说的好笑的话，中间简直是孙悟空在那儿翻跟斗了，不得了的翻跟斗。可这个地方啊，可是这个感觉又是个老生的感觉，对，你说是不是？老生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提到了，简直像个老师说，你这个是不是在骂呀？这个是不是啊？包公在骂，是不是有这个感觉？然后这个分开啊，两个不要有没有没耐心，告诉你啊，一定要有这股气，是吧？千万不要不耐心一定要，因为这个稍微短一点就少了一点，就可惜了。对，前功尽弃。对不对？然后从这么一个，这简直是大控诉。大控诉。然后居然一个
这简直是最欢乐的，滴答答答答答滴答，我这个蛋疼。这个没有 pedal， 两次没有 pedal 的，两次没有 pedal， 就 egg 加进去了一个。嗯，我觉得没有 pedal 非常也是一种色彩。嗯，你知道吗？也是一种色彩。嗯、还有呢，嗯、你我知道很难，你能不能弹再快一点？提提它，那、no, 我认为不能保证对，但是我可以。宁可性格对。那刚那这个点点点不用那么响呀，点点点点轻灵一点，来接来个来个来来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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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太响，这个是欢乐的，而不是 dramatic， 不是戏剧化的。就可以了，这样才、这样才有意思、对不对、对，这样好、这样好、我告诉你 我有一次我听到过一张唱片、是多斯卡尼尼跟练 NBC 乐队、我记得 他在那儿大叫是 piano 然后那个让这个好像这个戏要停下来了、他在那儿发火、那个什么那个首席对他说、Maestro Forte、他火了，他说 Idiot， 你们全是 Idiot、你知道不知道世界上有几万种、million 呢、不同的 Forte、是吧，我永远都只记得这个，这个对我就是最好的一课，一辈子受用不尽。对，所以你就是看的嘛 ，fortissimo forte 一样的 fortissimo， 就看这个曲子的性格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。那我觉得你刚才这个很好呀，那宁可错两个音，你看 cotto 也不也错的，可是性格太好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心像小鸟一样飞出去的，这个一定要讲。啊，简直就是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自由啊、真的是自由，对不对？一小心一规矩就没有了这个音乐、对不对？ 对 OK 下去，可是我觉得这个速度上啊，稍微太慢了一点，太慢了一点，就给人家感觉到你在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，你明白吗？明白，而不是那个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是那个一个小节里四拍的感觉，要完全自然的，就心里头的脉搏。中间的声部，滴答答，滴答，啊，滴答，哆滴哆，滴哆滴，是的，哆。自
少要这么长。啊，嗯，就是要他在底下所有听众的气都不敢透。对对，真的。对，嗯，那底下一说又是很有意思的。你说这什么木的？这个说不出来的啊，这个很难解释。这个对，又不是，它又美，但是中间又有那样的东西冲动的。不是很难，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有个感觉，这个好像有点李清照的味道。念卷西方人比黄花瘦，那种感觉，那个，你是那种百无聊赖，你是说不出来的一种，怎么说惆怅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有一种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很寂寞，很寂寞，是不是？然后的突然又说，哎呦，简直是呼天好地的，知道吗？可是然后，然后整个世界好像跟着他在哭，哎呀，这一段真美，这一段，哎呀，这个音乐实在太伟大，啊。滴答滴答滴答滴滴滴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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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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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，我很喜欢。底下一首也很好，因为不快，是这个是这是这个真的是抗争了，这是起义啊，起义了，起义了，滴答答答，滴答答，滴答答，再弹一遍，再弹一遍。滴滴答滴答。这个比如阿尼玛多还要往前走，可是滴答，这个最后要多一点时间，这个地方，好，你再试试看，来。这我就不同意了。因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弹得很太快，因为它 moderato in four， 你看这个手表面上跟这个 G major 很相像，我就是不能够弹得跟 G major 相像。 G major 这个第三首它是 a la breve一个小节，这是四个啊，还有呢，滴答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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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个整个他到最后了，这是最后了，在肖邦来说啊，这个是非常 Catholic 圣母玛利亚，你知道吗？佛家的话来说，这就是涅槃了。你知道吗？这涅槃了，中文说什么？涅槃。然后因为呀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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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它是一种强和。一种强和的光。我记得从前我祖母外祖母在家里念在那儿念他的，他也不懂这个佛经里说的，我自己的什么金光紫光黄什么红光白光什么在那儿说，我小时候记得这个印象啊，大概就这种意思，就是反正强光到处是强光，你知道吗？尽量的想把它想得慢一点，就是安详一点，知道吗？对，哒哒哒哒哒，音哒哒哒哒，而不是音哒哒哒，不要太兴奋，不能有一点兴奋，就是要就是Nirvana的感觉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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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我也听见中间的声吧，还有这个 trio 最好不要太快，gentle，这个是哟啊，这个要不永恒的吧。刚才已经不错了。你知道，波兰人的血统，斯拉夫民族里头啊。有蒙古血统的，我觉得这简直就成吉思汗了，这结果你说是不是啊？对，横扫一切啊，简直是啊，莫就是这个全世界都是他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那种还有他那种有一种不知道说没有一种强悍的那种，不知道简直就是。不知道这个不是人，不是肉做的，简直不知道什么啊！然后冲着哒哒啊哒啊哒，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冲着。那这个很有意思，你看这儿有个五度，对吧？啊哒哒哒哒哒，开始也是个五度，这呼应的。对，这个双方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不知道是他不想过这些还是怎么微妙的。我觉得他肯定想过，他肯定想过。哎呀，这个人不得了。这个艺术家，这个不得了的艺术家，就是，对，你这个弹得很好，
我非常佩服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个节奏啊，永远不要当大当找进来，大当大当，永远是这样。嗯嗯，哎，再弹一遍，再弹一遍。